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三星杯八强战的另外一场比赛。那我们接下来为您讲解的比赛呢，是十月对申真旭的这场对决。这个也可以说是今天的焦点之战。是。十月，我们的龙哥是吧？俗称原来在我们柯洁啊还没崛起的时候，也是中国当时中国等级分第一啊，是俗称场均一条龙啊，这个也是特别的，这个力量是特别的大啊。嗯。那么随着年轻棋手的崛起，身为九一年的十月是吧？逐渐的就是说。稍微成绩上来说呢，稍微有一点点滑坡啊，但是应该还是在中国前十的这个实力的这个选手吧啊。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，这个申真旭啊是我们的这个心腹大患啊，看看我们有我们这个十月的啊这个冲击力啊，或者说是力量啊，看能不能这个今天呢，就是说对这个申真旭啊发起这个挑战啊，或者是冲击吧。现在这盘棋是十月的黑棋，黑棋走啊，白棋挂，这个跟刚才我们上面讲的那盘棋呢是一模一样，差不多，就这就不多说了。然后黑棋是小飞挂，然后白棋一间高加，一间高加是不是现在我感觉有点像现在仅存的一种加法了？小飞尖是吧？是。现在就像这种三间低加、二间低加，基本上是很难见到。难见到。对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三间低加非常的流行。对，反正就是说，总之而言就是，二间高加呢，好像稍微啊。但这二间高加里边的变化就很复杂了。黑棋飞的时候，白棋要冲断，是。它就不是一个非常简明的定式了。接下来演变得非常复杂。现在一间加，黑棋如果跳呢，它就飞。这个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说法，就不走了。反正实战是直接不走了啊，反正也可以了。实战是挂角。如果你硬一个，那么呢，我再跳起来。白棋还是飞。好，那这个点很舒服。一方面是夹击，一方面是拆边。觉得这两下是明显的便宜了。因为这里战斗出来的话，以后就有可能你这边走不着，被白棋走过来。那这两下总是明显是便宜了，所以白棋呢肯定他也不硬了。对，白棋这个靠住。那么双飞叶啊，形成一个又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式。白棋压，这都是很多普通了。双飞燕的定式都是现在都是变成拖了啊，以前基本上都是长。现在基本上呢就是都是拖。对，拖呢白棋就是说有一般现在有两种下法啊，就是说挖张是不可取的，这个已经被就是挖这个对被已经被淘汰了啊，大家以后就不要下了。虽然以前在定就是说以前的对局中都出现的比较多啊，打了张上啊，但是就是说这个已经被淘汰掉了。那么就是两种，一种是搬，还有一种呢如果外围配合好呢就是断啊，
这个当然这边得有配合，特别是比如说这个是白棋的子弟的话呢，这个断也是很不错的啊，断了吃掉啊，当然争执有利啊，你走白棋呢就以后就提掉就是啊，这个下法呢就当然是在这个有配合的情况下，但目前呢这个拔花用处不大的话呢，那当然不太合适啊。现在是白棋搬，那么黑棋粘，啊，白棋粘上，嗯，黑棋是拆二，嗯，这个是比较流行的。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是大家还是认为这个小尖呢是要点啊，是要点，就瞄着要冲撞一点，但实际上呢。经过很多实战的演练以后，发现这步棋啊有点虚啊，是个虚招，等于就是说呢，白棋呢他肯定基本上80%-90%他不会去跟着你硬着，是吧？他不会去补，而你呢，其实冲断呢也没什么意思，因为你冲断了以后呢，对白棋小尖啊，他顺手就活了，嗯，是吧？这里边是个活棋，这里还不说这个，你先把这个断点的问题得先解决才能冲断。啊，活的等于黑棋呢，也有可能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单关、嗯、啊，走了个单关，因为这两步交换呢是个单关，白棋是有目的啊，所以这个呢有点像这个虚招了啊，这个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呢走这个的就比较少了，啊、有拆二、啊、也有拆一的、嗯，对，之前也有印象是有拆一，对，有拆一的啊，反正总之来说呢，尖一个的下法呢现在逐渐的少了，嗯。黑棋是拆二、嗯、对拆二、嗯、白棋就唬住，对，唬住、嗯、然后黑棋唬这个、嗯、那么白棋是逼住啊，这个也是确实是非常的诱人，嗯，唬一个当然也很大啊，但是就算这拆一个不也很诱人，就是说这个拆一个没有这个心情吗，也不知道，这边反正白棋动手也应该，他大概就点一下家主是吧？这个当时确实也是很大的一手棋，对，你压过来他就盖住，嗯，盖住，嗯，这手确实价值也是不小啊，嗯，不小，嗯，各有千秋吧，我们这也是挺舒服的啊。补一个以后，由于这块白棋没活，这里黑棋其实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潜力啊。那这个也很诱人，现在走这个的时候，黑棋是逼住，嗯、逼住，嗯，顶着两翼张开。但白棋这个跳起来也很诱人啊，这个都是反正都很大，嗯。白棋现在是先拖啊，嗯，这个我们在上一盘中就解说就讲到啊，日本棋手可能爱好直接走这个，反正就是说中行棋手可能先把实惠的先捞上啊，嗯，这个因为这个形状呢，你再被我唬一下，你就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是吧？所以说你肯定要藏，等一下我再跳一下啊。也不管这两个便不便宜，我先这个把你的根收了啊，就是说。不会留给你呢这么尖顶活这么舒服的机会，嗯，跳，然后黑棋飞，对，飞，嗯，白棋尖，那么黑棋现在是破空还是攻击啊，他是选择了攻击啊，对，这个也是可能他当初选择这个虎的这个，嗯，也是在积蓄力量，对，因为这个一小尖以后呢，白棋整块棋呢就是说是明显的不活啊，需要跟着硬啊，这个也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你不要在上面走啊，上面走别的都是虚的，被人家这个白棋一小尖啊，这个就一手就基本上活尽啊，而且呢有目，对你的眼位呢还有威胁，嗯，所以这个小尖呢是也可以算作是局部的要点，然后白棋点意图呢也很明确，就希望你挡上，对，然后我再顺手一压啊，把这个形状呢走好，如果单压的话呢，那么被你一扳，对吧，我这个这两下是
交换不着，这地方不太好行棋啊。这个你很想连扳，但是连扳是不是又给打在里面了？又是吧？对，白棋要粘上，粘上这个就要冲过来了。这外面，我冲过来，你倒是也不见得亏。你就打了挡下去是吧？不知道。打底下肯定是你亏的是吧，也可能打上面把脚气了，就反正脚气掉最后挡一下啊、哦、挡一下啊，挡是先手、对，但是他再出来这个也不好说，应该还是黑的还可以吧，吃了不少木，这脚很实惠哈。不，关键你这个也不是活棋，对，也不见得是，就是说是很厚的后势，是后势，对。反正，但他反正总是白棋总是这么想的啊。但黑棋来说，肯定是不会让他如愿的啊。这个特别是，十月这个是立仗型选手，那肯定是不会让你轻易如愿啊。对，反击，对，然后飞，对，反击呢，白棋呢得出来了，这个没办法。但本身这几步这黑棋很舒服、啊、黑棋是欢迎的嘛，对，人家说我们说不要压四路，你等于现在是在压五路、是吧，对，我这个顺势就成功了，又压了一个再退、他先不是他先没有先压，他先、没有冲，对，先冲这个、先冲这个，这下没压是吧，那么这个就并住啊，就瞄着这里、那么呢白棋就虎一下啊，但是现在黑棋不能着急吃啊，这个着急吃这个被他一贴住的话呢，这个外围都封住了啊，以后里面还很麻烦，说不定吃起来。这样吃太小了，人家一挡的话很麻烦。对，所以不能着急这个啊。那么现在黑棋搬，再搬过，反击几下。这时候呢白棋是不能搬下去的啊，好像是不能搬下去，白棋如果搬了黑棋可以虎，你打吃我就粘上，你粘这个我就一夹、这个好像是白棋死在里面的，你冲断它就粘上，这里面气不够，所以白棋暂时不能走这个，白棋为了出头呢也得压走，然后白棋飞、对，这个走还是这个地方呢由于有个扳，黑棋也不能冲断是吧，黑棋冲断把自己气攥紧了它就可以扳下去了，对，这样就夹不住了上面，等于就是大概这边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交换是吧，当它现在飞了以后黑棋虎白棋也是粘上啊，它是是，那么这个飞自然而然很明显的这个巨大的一手啊，这个要是被黑棋飞过来，大家一这个从视觉上一看这个模样，而且这块棋的厚薄啊肯定是，那么这一飞、那么呢可以跟这一飞，十月在这里呢应该说下台还是很不错吧，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啊，这边已经走好了，破坏了白的形状。那么顺手呢，把这个空应该来说现在是实地了，对、可以算作是实地了啊。当然呢，白棋付出了这个代价呢，抢的一个先手啊，同时把这个棋呢，当然也走畅了啊，自己走畅了。那么现在啊，你当初这里脱先的话呢，他是要追究你一下，来通过想攻击，对，二路点，对，破掉你的眼啊。不知道你的眼啊，他是想通过攻击你这块呢，把这块空啊，争取呢能围成实地。那如果这块空全围成实地的话，那肯定只会比这个大了，是吧？那么黑棋是不是不会让白棋如愿啊？不过黑棋是跳了这个，白棋飞，白棋继续攻击。但不能缩回去，缩回去再围的话，这个就围的小太多了，而且这里面还不知道一些什么余味，所以走，那么黑棋靠一下，以后呢
这个要进来了啊。嗯，因为不能放任他把这块围起来，放任把这块这么围起来的话，可能是这太大。嗯，然后黑棋是点的这个、点。嗯，其实在这边这个局部啊，黑棋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提示就是在这里啊，黑棋其实有这个靠的这个好手，这个局部。哦，靠在这里。嗯。对，那如果这里有个长，这个长调可能更好，但是现在这个时机呢有点稍微有点难受啊。如果长调再靠呢，可能他就缩回去了。嗯，他这样的话呢，如果能长到的话，应该还是很严厉的这个靠，就是说靠完再搬，这样就是形成转换的话，肯定。哦，白棋。也只能粘上，只能粘上、不然被我一冲就是。是。那么就顶一个或者贴一个也行，这个粘不粘都无所谓了。嗯。其实粘一个本身怎么杀，可能现在他这里有个挤是吧？嗯。暂时，但这里等于呢，黑棋还是有不少先手，然后呢，在这转换的话，肯定还是黑棋这个便宜的。嗯。嗯，对，黑棋上面这里都是先手的话，那里边应该很难做活。对对对，嗯，但是不藏这个的上面先手好像就没有。嗯，你说这一带就没先手，你粘可以贴着，但藏一个呢也是有，多了这个纸这边就是差别还是这边坚固了很多，没有打入了。嗯，但你藏一个的话呢，可能他就有可能缩了算了。是吧，你先走交换掉的话，所以说、这个次序啊，那如果先靠再长呢，长不到了吗？先靠应该长它可以长一下。哦，那这样就不对，走不到。对，所以这个次序也不好办啊，所以说还是先呢、干正事儿，先打入。对，先打这个还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是，就反正我就是目的很明确，不让你在这里全围起来、我怎么要进来活一块。这块棋呢，由于这有压什么先手啊，暂时不用担心了啊，这个头还在外面。嗯，啊、那么刺完它是拆一个、这个呢稍微我觉得步调有点不连贯啊，因为刺一个的目的呢就是要利用这颗石子、是吧，每一颗石子啊它都是有利用的价值的是吧，不然就白死了。那么哎，总是想得到这两个便宜，那么你要走，白棋肯定不会这么老实了，他要反击。 嗯，那么我呢总还是要利用这个段是吧，那么这时候呢应该呢白黑小手我觉得应该直接直接搬。 对，这地方不要去交换，因为这地方黑棋以后啊有种种的选择。嗯，是吧，你走这个的话我是永远不会走这个，那么你应该也不会去断，是吧？你贪吃这一个子，那么我这个就一藏就行了，是吧？下步这个挡还是先手、对，上面还有各种借用，还有一些借用，这样的话很好这个处理。是。那么白棋如果搬上面，如果搬上面，那我就继续。哦，继续连搬。不知道连搬，我不知道行不行？就那我就算粘上，粘上可能他要藏，应该连搬、应该是没问题，你总不至于打了贴死我吧？打了，这应该吃不着我。对，这个黑棋应该是活棋。这是应该是活的。对，打吃粘上，然后再一打。这个好像我没看出。这个白棋感觉有点冲动了，这活太大了。这样活的话就，那白棋的空就没有了。那不行了，白棋脚没有了。那么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打个比方就是说，我搬。那你搬了，我搬了，你不能吃我的话，那不能被我打，是吧？那这两个我就肯定不会这么想，我随便走哪个都比那个强。是，那可能就走在这里。是。下一步跳是先手的。那对，实战和这个图的区别其实就是这两步棋交换了一下。对。然后其他的那肯定这个是一样的。这肯定是大亏。嗯，这两步棋交换了一下。那肯定就是应该直接，我觉得应该直接搬啊。既然点了在这里找借用的话，会比实战黑棋白棋还不至于来就来吃这一颗子。那么先交换一下呢，那白棋就简单的跟着你硬了是吧？你再搬，你来看实战，再搬的话呢，那白棋就简单的退一个。这个黑棋就显得有点无趣。对，然后黑棋粘上。粘上，
那白棋拐一下。哦，黑棋长。黑棋长啊。长。嗯。白棋呢，飞，还是不让你黑棋拐啊？这个呢，暂时呢，黑棋已经有了个铁眼啊，外面的白棋也不厚啊，黑棋可以说呢是暂时是活了啊，但只是说呢，暂时的，因为毕竟啊，你还是没有两个眼，是吧？以后万一外面白棋厚了的话呢，你这个还是有风险的。嗯。然后接下来白棋这步棋虎的一个，也是典型的这个后中先，是把你这一些的这个手段防住，同时呢威胁你的这个眼位啊。这个看起来这步棋很坚固，很慢。嗯，确实是这个是很有功力的一手。就是白棋呢，现在就是说还是瞄着你黑棋啊，然后呢想通过攻击迅速呢进去。黑棋呢必须把这大块都得保住啊，不然的话目数就没法都比不过白棋了。是，那就更不行了。那么黑棋现在怎么整形呢？这个手段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对，这个再靠刚好可以冲出来。那么熟压呢，好像又有点熟。那么他现在呢靠这个靠对。他是希望你搬，那我就再一顶，这个就舒服了，是吧？你挡住呢，我再一挡。对，哦，这个行。我以为你要再冲一下。那个没必要，我不冲你可能也不会粘在这，你也可能也粘在这。这个买这样行的，那白棋肯定不会干，白棋顶。黑棋立啊，黑棋呢现在也是通过这个弃子啊整形啊，这里虽然付出一点代价，但是把这个眼位走好以后啊，黑棋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影响到这边或者是这边啊。现在黑棋是比较薄的。对，黑棋没有冲，没冲，黑棋是单粘的。刚说没必要冲，抽关子亏一点，有习惯性的啊。这个，然后黑棋是退了一下，这样基本上呢，由于有这个挤啊，这样基本上呢就是说是快活了。好，现在白棋看看怎么办，白走了这步。白棋啊，这个也很冷静啊。是，声东击西觉得，反正这些虽然你有一块啊，但是毕竟是一方地，他觉得也就够了，是吧？不过他可能也是瞄着这块棋。对。看似是在围这里，实际上也加强自身，同时还威胁这块棋。然后接下来黑棋就跳出来了，补了一个。那他拐一下，这个也很厚，非常的厚实。虽然补了一下呢，因为这个地方快为白棋切断了这个去路，这块棋呢还是有不安定的因素，没有明确的两个眼，总是个头疼的事儿。好，现在他选择消一个，这个点就是说让黑棋难受。他如果说这么缩回去围，那肯定好像不太够，是吧？因为白棋他肯定要靠下去了，白棋下去以后，这颗子还有风险，所以十月呢选择了最强的应对。飞，先把这里守住，这要靠你，是吧？如果你往后逃，那我就算了啊，那有可能呢，我就算了。这两边都围起来，那这两个交换呢，就是黑棋便宜的相当的多。这样整体围起来，肯定这黑棋的目数还是不错的啊。现在这个棋局。白棋跳，进入了一个这个白热化，然后呢跳啊，这跳下没用啊，你不能缩了等于是白走，是吧？这个道理都一样啊。跳，那么走这个，白棋如果不能把这个接回来，都是白干，是吧？你最后跑了的话呢，那被我挖死的话，等于白棋都是白干。白棋靠，这时候就走。那么只有呢扑下去，这只有一下就棋呢就精彩了啊。
进入了这个精彩阶段。对，这一胡以后呢，有一种啊，鱼死网破了，我要把你这个空破了，那你又把我这个空破了，我还怎么玩？对，是吧？黑棋只能一条路杀，杀对。对，那这个，而且这个杀是吧？这个对我们这个十月来说，哎，什么是那么的熟悉啊？这个是，这个完全应该是活动开了啊。那么杀，先把当然，申真旭赶虎啊，那也不是吃素的。嗯，点一下，对，点一下，开始了，走啊，然后黑棋长。由于这个鸭子先手啊，那么这个长要点，嗯，粘上一飞，好，这个死活啊，这个精彩的就来了，一个是要活，一个是要杀啊，胜负啊似乎就要在这里见分晓了，是吧？那么，白棋是、小飞，这是我们爱好者肯定是最喜欢见到的场面了。这时候黑棋也是闭着眼睛得杀了，你这些都来不及了。我们白棋活了的话，这个就算他坚持活，这个是就肯定不行。那么黑棋杀。点是常用手筋，嗯，那么白棋尝一下，嗯，尝一下呢，现在黑棋冲也是来不及的啊，冲的话那么白棋就挡下去，这里加有一个东西，黑棋，黑棋再见是吧，黑棋再见，嗯，尖的话，白棋小尖呢？小尖就活了，好像已经活了。对，因为那边二路有一个家，有个家，反正这个呢、一打吃就活了。是，这样呢就活了。所以说这个黑棋是，暂时来不及走到了。对，那么呢就只能长走尖这个小尖。嗯，好，那么白棋断一下，黑棋吃。打黑棋，没有打，断脚上，他是断一下啊，断脚上，对，有些借用。白棋也很苦啊，这个杀，这个应该是走到这个我们十月的这个强项啊，这是走到我的这个路子里去了。是，现在白棋总是要啊，这时候总是要用这个冲断。对，然后现在是冲。冲断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那么就是说呢，白棋挡住是吧？对。白棋挡住的时候，黑棋搬，搬那个是，但虽然眼见的是能够走在这。但这个好像呢不好啊，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呢它可以一路搬啊。这是现在这两块棋要进行杀气了啊、要杀气了。那黑棋吃白就粘上吗？白棋好像粘上也可以，粘上不粘上气不是它就都粘上就粘上。你也只有这样黑棋团一个呢，活了吧？团活了吗？团挖你在搬虎是吧？不，他就打吧，打掉吧。这个打劫他应该不怕。对，这个搬这个。他就搬着，打劫他不怕。扑掉我不知道啊。这个你虽然眼大，但是这个气呢，肯定是白棋长。这主要自身劫财劫财也多太多了，对，都是这两块棋没活、这个劫财肯定是白棋多、这样的不是不行，对，杀气杀不过、那么所以他要先搬一下、
看一下你如果打吃了呢，我就粘上，那这个就没有结了，这个就活了。嗯，斑白棋是吃，吃这边吃一下，这边吃是，也不知道是打这个，不知道这个时间的关系啊，哦、吃一下，吃完了吃倒是无所谓，吃完了再铺，嗯，有这个打好像是确实是不行，打完了以后，就说因为这个地方你要破总是要挤一下是吧？你再你就是搬砖的话呢，它一夹呢，等于基本上就是活了、嗯、啊，就活了，嗯。所以他要铺一下，铺完了再挤，这个是吧？还是铺，对，铺完了再 挤，嗯。然后黑棋是等于铺着了这一下，粘上、啊，然后白棋再挡下来，那么黑棋顶，好，这里就形成一个对杀，对杀啊。那搬砖，我们看看，这个高潮来了啊，粘上。那么这个肯定是对做大爷，嗯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看气是怎么回事啊？白棋要肯定要对杀，因为黑棋是大爷嘛，这攻气就等于是没有意义了。嗯，我们看看啊这个情况，那么就是铺了挡，那么黑棋紧气是吧？白棋再紧气的话呢，嗯，那么这时候好像。黑棋不能粘，能粘吗？黑棋粘上的话，白棋打吃完还有一二三四五，那么这里冲掉是一二三四，这样是快一气是吧？快一气，不过他现在这样呢是黑棋呢，黑棋快一气，快一气，快一气，嗯、但是黑棋如果。白棋如果先不紧那个，先紧这个有区别。我再走这个，就你总得粘是吧？这气是一样的，你不让我踢。那到这样的话呢，黑棋就不一样了。哦，这样也一样啊，这两个踢了，这个还是紧得进去，本来这里紧不进去的。对对，黑棋就外面收气，黑白棋还是四棋，他单打。单打，在这地方好像也有，那我单打你得粘这个，对，可以粘上。那其实白这里也撞了一气，单打的话，哦，也是。白在那里出，那他等于还是收这口气，也是一样。对，那这样等于呢是还是不行。嗯，那么呢，孙正旭可能也看到了这个直接对杀呢，差一气，差一气。嗯，那么就跑到这边来打一下，对，先打了一下，粘上打这个，然后跑到这里去叫吃，粘上，嗯，他粘上，这粘上，对对，这粘上，这里虽然长出一口气呢，但是我不给你连扑的机会都不给你了，那我就粘上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好，似乎啊是一个典型的呢大眼杀小眼是吧？因为我的眼肯定是比你这个眼大，对。那么攻气肯定就是黑棋的，嗯。那么等于呢，这个白棋就是死了。白棋等于就是说是死了。对，白棋就算是把这只眼坐上，因为就是一只眼，这样的话那是。大眼是小眼，大眼杀小眼嘛，嗯。那么我们龙哥就是说是，总展示了这个，啊，场均一条龙。对，不愧是名目虚传的，名目虚传的这个场均一条龙啊。对，力量很大。但是这个棋啊，就是说走到这呢，应该来说，本来啊，白棋大龙阵完啊，黑中盘胜。嗯。但是事情呢，还是。并非我们想的，就是这个孙正旭啊，确实也是这个是，也是功力这个深厚啊。别看年纪轻轻的，他这个地方啊，他敢这个、啊，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是，就是说鱼死网破，或者是他敢这么玩啊。其实呢，
他还留了一条后路，就是说呢，万一实在你把我杀了的话，嗯，我呢有一点借用的话呢，我还有一个反扑或者疯狂的机会呢，就是我回头我来杀你。嗯，那么现在呢，白起尝，对，白起尝，嗯，这一走以后啊，其实就是说呢，事情啊，比我们想象的呢，不是那么简单啊，都以为都准备摆庆功宴了。是吧？怎么准备都准备包揽四强啊！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突然这一场啊，这个还是冷看呢，这块棋也没有完全对，没有完全干净，这块棋也没有活。然后这个虽然说把黑白吃掉了，但实际上这块棋也不是一块活棋，还能牵制一下。对，这个地方就是你首先把这边保住，这个不能被分断，分断以后这块棋都没有活。是。你不能收弃子，收弃子的话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不行。那么呢，黑棋往外跳，跳，那白棋呢靠，好，黑棋是搬这个。这个搬呢，可能有点这个，这个时候呢，可能最明智的呢，还是应该退，啊，尽量少给这个白棋借用。那么这个退了以后呢，这边基本上呢是安定了。嗯。那么就是以这块棋的，就看这块棋是死是活。对对对，这块棋的死活了啊，反正是白棋呢，肯定也要来杀你。但既然白棋要来杀你呢，这个地方就尽量的少给这个对方借用，对方借用啊，借用。这个是或许这样的还是很复杂啊。当然白棋来杀的话呢，也到底是死是活，这个也完全不知道。那白棋当时。如果退比搬好的话，白棋为什么直接那就直接走在这个点上？这他，但你也不见得搬啊，他你有可能藏啊。哦，所以他这个照顾了你这个单纯的、这块棋还不一定能杀得着。单纯的杀不是那么好杀。靠，然后黑棋是搬，白棋断，扭十字断。这个借用这个就混乱了。这个时候十月也不知道是前面杀的太过瘾了啊，或者还是说对自己的力量呢太过自信了啊，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想办法应该忍一下啊，要不就单退，要不呢就打在这，打完了退一下，这样呢这个地方好像对方啊就没有什么先手借用了，好像这个打吃呢也都是后手了，这打吃基本上也是个后手，那么呢这个应该是后手挤，这个反正滚打一圈，这个挤都是先手活了，但这边呢稍稍会有点，这暂时可能是说他不见得是先手啊，等下再看这边怎么办，就是总之而言尽量的不要呢给对方这太多的借用，那他实在呢是打在这一下子就是问题比较大，白棋当然是长，那你等于呢你还是要退这个是吧，你还是要退这个，那他等于他这一打呢你这个得必须硬了是吧，他粘上，这样呢他这里虽然也是走了一手棋，但是呢他一下子好像多两颗子啊，这个地方多了两颗子，对，这边加上这一打吃的决心，反正这一带呢就多了三颗子啊，和刚才这个形状来说啊，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呢怎么走，好像一下子多不出这几颗子来，借用没有那么多，对，等于就是说你这下白棋走了一手棋啊，多了什么呢，多了这三个子，对，多了这三个子啊，跟这边呢对杀呢很有关系，好像说你多了这一个子啊，这两个交换呢首先自己好像帮不上什么忙，第二个还留下了不少的隐患，因为白棋多这个子啊，有点事情，对，就是为什么呢，大家看看啊，当白棋有了这颗子以后啊，那么白棋的这个张啊变成了先手，比如这里冲了一挤以后，或者说这个地方，对，这里也有很很对很就很很有就是味道，这个地方呢有这颗子的话，你这个子更没用了，
就白棋这个张如果成为先手以后啊，这里面还挺麻烦的。白棋有个什么讨厌的手段呢？这个可能是真正需要隐藏。但是白棋这个以后可以拐，拐完了搬一个做劫的手段。这样难免你不想打劫就只能是粘这个，但这个不行，这个气不够了。打完这一手，那么呢，等于打这个呢，他有作业，这个都很讨厌，是不是？是，这个等于他打完你走，缓一气劫，你不是缓两气还是缓一气？我看缓一，一二三四，看这紧急劫。就该黑棋下嘛，现在可不黑棋不下的话是白棋走，哎呦，等于缓一气劫，那这个就讨厌了，缓一气劫就是完全是讨厌，是他还白棋啊，他隐藏着一个这个玩意儿，就是如果这个变成先手啊，如果这个变成先手的话，那么等于这地方呢，他还隐藏了一些东西，对。这个也是先手，这个也是先手，是甚至来说这个地方啊，还有点这个先手的味道。那么这个粘上以后呢，好像黑棋啊就有些难办啊，还是得回到这个地方。对，现在是这里断一下，这个肯定是棋逢断出身了，断一下，然后这个地方搬转，因为这个地方他也找不着这个，对，因为这个人家虎呢被人家正好一刺，是吧？这个当然也不见得不好啊，但是说虎他可能是不是怕你贴，他可能先贴一下，就是以后呢准备刺你一下。这个反正实在是呢看不清啊，这个是到底是活是怎么样，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是要问一下这个 AI 了，但是 AI 好像是也没有明确的答案，是吧？但是可能强调一点呢，可能是这个形状呢，可能是虎在这里，虎这个比较强调的多一点，这个你可能不能硬是不能硬，那么你要点的话呢，它就这个冲，对，这样白棋也只能退，所以它就搬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反正还是非常的复杂了，它在挡，具体怎么样就不清楚了，反正也没给出个明确的答案，就是说呢，只是说推荐的多一点呢，就是说是煎这个，哎，也没说到底能活也是能死，这就是难分难解，还是比较复杂的局面。还是复杂，就是说在正常的来看，就是说是，所以说虽然我们是啊棋长于此无眼自活啊，但这盘棋对于他们这些力量大的来说，你还是死。这个呢是非常精彩的一盘，这个深圳旭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，这肯定是战斗力也极强，不会弱啊，肯定是就是说能当这个韩国第一，这个是绝对不会弱，只是说他的这个特长不见得是力量，是吧，他是比较灵活啊，这些东西，那么我们十月的特长呢是力量啊，只是相对自身，但是他力量你就说就肯定比十月差了，那也不一定，对，我们看实战是搬的这里，然后白棋先打了一下，白棋打一下，把这个打掉，然后弯掉，粘上，然后点，这个反正是，虽说头绪很多，但就是看不到一条活棋的道路，点一下，非常的。这里等于是个铁眼，但做不出两个眼啊，能或者能边上搅出点借用，但是呢这个地方总是联络不上啊，联络不上，等于就是说
这个打吃是他是绝对先手，是吧？嗯，现在黑棋冲往外冲，黑棋现在这边先，压一压了一个，这个压一个好像是最后呢，就是说，这个可能是死的比较干净的这个，往白棋小尖，这个要点被他抢去，对，这个小尖到之后，这冲是先手，这个可能就是走在这，可能就是说会更加的复杂一些。复杂在什么地方我也没看清，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先手挡一下还是本身他就有一些麻烦事。哎，你这个我这个还有拖的味道，以后你挤这个脚上这力有没有这个你并这个，但是也有差别，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拖沾上，但是一时是看不清这里面是什么，不知道，也看不清明确的活路，也看不清明确的杀法。冲这个劫当时可能就给你蹭了，但是这里面这个一路力感觉是什么时候会有先手的可能性啊？他就反正都硬住，这个劫他不怕你，因为这个力的话，你脚上对自身有很多劫材，就是这个尖了以后啊，再打下去，这如果你并在这呢，那肯定又那又差不少，是吧？这样走走会有很多的区别。你要是尖这个不让我拖呢，那我加完了以后打一下的话，这个力要是先手的话，感觉这里肯定是要有棋的啊，当然也只是感觉，就是具体的我们也这个说实话也看不清。但是呢，有了这个以后呢，由于这个挡下去以后，牵扯到这边的这个这个力的手段呢，可是说呢棋呢会复杂的多啊，会复杂的多。那么是暂时尖，嗯，啊不，他压啊压的时候小尖，那么这里的味道等于就没了。然后贴、这边贴呢，打掉，这个打掉，然后再一跳，这样基本上就很难了。这里等于没有棋了，这边已经没有用了，这里反正都没什么用了，这个是。冲了一下，这个是打个将，现在开始打将了。这几步棋应该都是独秒胜出的打将，而且这个打将还有可能会损呢、打完将呢贴了一个应该是没什么用，这个双等于是个双白棋站上，对，现在是粘这个啊，他还要跟你搞一搞，那这个里面实际上他也已经是有棋了，已经是有味道了啊。对。然后怎么？就是铺了铺一下啊，这个也是有点打僵的意思啊。反正不损的打几个僵，重要的还是得杀这块啊，然后点在这，这等于是算清了。那么黑棋、点的这对，那么我就一贴。怪哇。下面没棋，那得把这个，反正这块棋死了肯定是不够了。黑棋靠这个就是说随便来一个了，这个已经是好像是已经是要死掉了，要死掉了。你看那白棋贴嘛，因为这个地方你反正你走什么都好像都没有用，就推一个或者并一个，就老老实实的走一个。这里是弄不出名堂来的，走这个他就走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它是棋，这边先打了一下，底下打完之后，然后再跳了一个，飞了一个。这个等于都是在打将，然后搬这个，打对，打吃，这个顶住，提掉只有一只眼，提掉没用，提掉他这个几是先手，他把这个眼破了，
这里冲都是没用的，然后挖打粘走啊，然后是怎么冲的？这里先点了一下，点这个，点一下啊，然后一下这个就无所谓，这个是一点小木拐它就糊住，这没有用，完冲它就立，这个白的是活的，然后拐，再搬它就拐，断。但都跟着硬了，这个它是什么？这时候已经是打浆了，是吧？它是那个冲了断一下，断它就补住呗。打吃就正事，这收官肯定没得收了，然后这个等于就死了，所以断了一下，走了两步就认输了啊，也就。白棋挡的时候就认输了。对，这是最后一步。对，平复一下心情，这个最终呢还是没做出两个眼来。是，当然也没有明确的啊，就是说可能走这个会复杂一点，但是也没有明确的，就是说就一定说是活了啊。整盘棋来说，我觉得是十月非常的可惜啊。当然下到这把白棋杀了的时候，肯定很多爱好者都已经欢呼雀跃了啊，欢呼雀跃了，就是说要庆祝我们这个包揽四强，但是呢，申真旭确实也是非常难缠的对手，是冷静的一场啊，确实这个黑棋还不敢说是完全就赢了，十月呢，在这个时间的催促下呢，确实也是非常可惜啊，后来就是说输掉了这盘，不过也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风格吧，应该是虽败犹荣，对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这个虽然四强还是我们有三位，但是呢这个心腹大患永远还是在，我们还不敢过早的就是说庆祝啊。好，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的三星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再见。再见。